Like bang, big, big swing. 行不行啊？有没有声音啊？很烦，很烦。我只能说有一点烦了，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声音。我要怎么样知道自己有没有声音？好了，真的有声音了，兄弟们。现在是一个直播，怎么搞？这个是正式，这个是正在聊天，对不对？这个是正式，这个是正在聊天，对不对？可以，兄弟们。朋友们，我真的在直播了，很烦，很烦。有没有兄弟来看我？有没有兄弟来看我？有没有兄弟来看我的直播？哎呀，我等到有一个人进来，好吧，我就开始直播，很烦。哦，是谁？我看到有一个人在看我的直播了，很烦。说出你的名字，请给我留言。应该都是我认识的人。给大家看一下，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目前是一个怎样的水平，好吧？讲道理也没有很强，我有三个人。给大
给大家看一下我在世界排行榜中所处在的位置，总玩家数539万，好吧，我目前是处在这个第二档，我只能说第二档，没有很棒，但是也有点东西。那我们小踢一把好吧，今天感觉状态一般，说实话状态有一些一般，因为昨天跨年玩的有点太猛了，今天头有点晕，状态不是很好，但是我还是尽量打出我的风采好吧。我选择的这个球队是皮埃蒙特，它实际上呢这个球队叫尤文图斯，不知道在台湾译名是怎样，但是呢怎么讲，就是非法这个游戏好像没有买到这个球队的版权，所以说他就现在只能叫皮埃蒙特好吧。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球队里面有我最喜欢的球员 C 罗好吧，字母罗，很烦。对，匹配有一点慢，我们静静的等待一下好吧，好饭不怕晚。大家昨天跨年都去干嘛了？好，稍显尴尬这个问题。哦，找到对手了。嗯，哦，学长，学长你好，学长，你说我这个球能不能进？这个门将，这个门将有一点，这个门将有一点，哦呦哦呦哦呦，这门将有点东西。门将还是不太行啊，好了，小打一场，今天小打一场，有一点紧张，有一点紧张，这是第一次有人，这看着我打游戏，搞得我好紧张啊，还是打我，哇，利物浦有点强，利物浦这个球队它的特点在于什么？它的特点在于它的几匹，哎，我们看啊，你看对方这个人的，他这个，哎，我刚还以为他不在线呢，哦，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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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者是你，死亡突击，好好认真打游戏，因为我这打的是排位赛好吧，如果说真的吗，哎呀，很烦。刚刚这个球为什么没有接住呢？哎，等一下，我们不着急好吧，先第一场输一，哦，哎，我们很冷静啊，很烦。你看他这个球队，我必须提前移动我的球员，两个边路的球员就直接回防，不然很容易被他打穿，因为他这几个球员速度太快了。萨拉，哦，完了，好，有些尴尬，但是没有关系，先进球不一定赢，我们说我们最重要的是心态，这个游戏玩一个什么，就是玩一个心态。你看你虽然说落后了，但是你心态一定要好，是不是？人生也是这样，你看我把球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就像你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一样。看，又把他的防线打穿了，又把他的，哎呀，有些尴尬，但是没有关系，人生也是充满了失败。我发觉这样一边一直打游戏一边讲话还是比较累，还是比较累，说实话。血压，我的血压也蛮高的，学长，你要注意身体，早点去检查。你看，可是我的基耶尼有一点东西。那时候他们获得一个脚，他这个球应该是想引开我的防守队员，哎，不是，很尴尬。但是你看他，哎，这个时候的关键是什么？一定要保持你防线的完整性。
一定要我我。啊，今天可能要耻辱下播了吗？这不是我的水平啊，有一点尴尬，已经场面已经有一点无法挽回了，我感觉。那我必须思考出一个对策。一般有一些选手在这个时候就已经退出游戏，因为这个游戏是可以退出游戏。但是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我觉得比赛还没有结束，好吧，我们必须想一些办法。而且你看他的两一个进球，其实是有一点运气的成分，我说实话，不是那种很硬的实力。你们明不明白我的意思？不是说他真的比我强很多，我说实话，球队之间啊，还是有一些相克的这种东西。哎呀，我必须要加强一下中场的控制。没关系，这个球，哎，这个球居然没断下来，我已经预判了他的走位了。好，我们的反击开始了。C 罗去吧。哎，越位了。哎呀，毫厘之间，我只能说是毫厘之间，好吧？他要往这里转，看我这个走位，直接就直，哎，我已经断掉了。哦，哇！临危不乱，兄弟，大将风采。什么叫大将风采？我都知道他。你知道足球界3-0意味着什么？相信大家也非常明白。但是我决定进一个球再终结比赛，好吧？哎，怎么进不了球呢？为什么呢？我觉得，哎，一走神，看了一眼评论区，接里尼有没有东西？有没有东西？接里尼。哇，这个球都不进吗？这游戏有点假了。如此精彩的伊瓜因单刀，伊瓜因不给我一个面子吗？有点说不过去了，刚才那个球没进。哎呦，我操！对面都打嗨了，很尴尬，我只能说。不知道另外一个没看的是谁。小子飞那么高，要死了。很烦，兄弟。来一波过人。哎，球丢了，很烦。哎哎，他肯定没想到，哎，他想到了。这游戏很有意思，就是说他看你能不能想到对方，因为如果你可以，你看像这样我就提前预判到了。哎呀，这球要是 C 罗多好。马退敌，你看朋友们，永远不要放弃希望。你看这小鸟飞翔多开心，一脚脚后跟一个磕球。我说实话，对方现在心态应该是有一点紧张。大无语事件，我感觉你是成吉思汗了。兄弟们，你看一个进球，我现在都感觉我能赢下这个比赛。我现在感觉看我看到的比分已经不是1-4了，我已经是预见了一个4-4的比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有拉拉队啊！哎，完了，送了对方一个点球，很尴尬。这点球大家猜一下，他会往哪里开呢？我的猜测是他应该是会踢向右边，他让门将来开，我觉得。他妈的，他让门将来开，这什么意思？傻逼，让你秀，妈的，让你秀，
我跟你讲，他已经激怒我了，这场球我必须要为自己赢一下。我觉得他已经有一点针对我，他是我的脚好冷，我准备趁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去穿一双袜子。朋友们，维纳尔杜姆叫你，你是什么东西？你是什么东西？他们都跑不动了。哇、哦，伊瓜因，很烦啊，朋友们，很烦啊！你看，就是这在告诉你们什么？告诉你们不要骄傲，永远不要骄傲。我只能说永远不要骄傲。这个球我跟你讲，落后两个球就是真的很有说法，你们知道吗？你知道他刚为什么会落后吗？等一下我去穿个袜子，稍等，大家稍等一下，我等会儿再来跟大家聊天，好吧？我去穿个袜子，很快。Really catches the eye, and I'm sure he's caught the eye of Alan Smith here. Oh, he's looked really lively today, hasn't he? He's been getting the ball in good areas, turning, shooting with both feet, and he's got himself a goal. I'm back, friends. I'm back. Webby Bubble. This kind of time of rest, let's talk.聊一聊天好吧，真的，我觉得真的是要低调好吧。好，这时候我们思考一下下半场的对策。下半场呢，我觉得阵型应该也是不用调整，现在场面上我已经有一些压制对方了，我说实话他已经有一点慌了，我只能说他是真的有一点慌了。我说什么？他是，哎呦操！啊，这个机会有点可惜了。这单刀的机会啊，迪巴拉 ，damn！ 这个球我准备让 C 罗来投球，这球进了。啊，这球已经抢到点了，但是这罗没顶上力量啊，怎么办？哎呦，完了！啊，还可以，还好。你看他边路走的是维纳尔杜姆，他这个边路在走一手马内，我这个球就很难了。但是我已经看出来他的慌张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他已经和刚开始不太一样了。我只能说，四个球算什么？哎呦，这有点可惜了。讲道理，我现在有一点兴奋起来了，没有刚刚开始的那种冷静与自信了。但是我频频在中场进行一些抢断，我必须打出一些高质量的反击。这个球，朋友们，如果最后我赢下了这场比赛，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对生活更加充满自信。如果你们看完了这整一场比赛，我只能说大家2021年好吧，都加油好吧。我跟你讲，这个要是逆转了，真的就节目效果爆炸了，0-4逆转，你说出来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但是我感觉是你们给了我力量，兄弟们，今天人生首秀好吧，人生直播首秀，希望我可以不留下遗憾。哎呦，有点完了，哇！可以，我感觉他浪费这种我奶奶来玩都能进的这种机会，他应该是要受到一些惩罚了。我说实话，真的，你知道足球游戏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浪费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你是一定会受到。完了，我也要受到惩罚了。马内啊，可以，马内还是给面子的，还有时间好吧，还有大把的时间，我只落后一个球，我这个球，我今天先说一首狠话好吧，今天我就是要为大家献上这一场胜利，祝大家新年快乐，
当然这个事情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你知道吗？这事情有意思在哪里，就是我们两个人踢足球，一定有一个人会输，对不对？但是呢，输的这个人呢，我们还是要祝福他。可以，迭戈科斯塔冲起来了。哎呦，球！哎，你看这个球又拉回来了，这是我的绝活，好吧？他这有点犯规了哦。哎呀，马特尼传的什么球啊？这个球讲道理啊，是马特尼的问题，不是我操作的问题，不是推卸责任。我说实话，完了，马内手下留情，马内可以。这是我们打一手左路，操！哎呀，这要是刚才，可以，我已经完美的骗过了他。呀！啊！这我都没踢上球，很烦。这个球接你，你怎么会这样？啊！等一下，我们要调整一下，我们必须要做一些换人的调整。现在形势有一点尴尬了，朋友们，形势有一点尴尬。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好吧？我想一想怎么调整啊。我们呢，首先换一波迪巴拉，迪巴拉有点跑不动了。中场这个硬度必须要继续保持。中场我们换上拉姆塞。最后一个换人的名额呢？最后一个换人名额我们还是用在边后卫吧，因为两边会被他冲得太猛了。我们调整一下 C 罗的一个角色，好吧。C 罗讲道理，他就是应该是一个进攻的角色啊，他怎么表现？哎呀，刚才那个球太可惜了，你看一来一回两个球，本来我现在已经在跟大家吹逼了。这个球说实话有点运气，好吧，也不是运气，马内确实是在游戏里很强，还在现实中也很强。我怎么感觉我自己讲话的声音都变小了？喂，这球怎么被他断回来了？可以，没事，不要慌张。德里赫特，你往哪里传？啊，有点烦了，马退敌 ，C 罗 ，C， 不然犯规！哇，他这有点赖皮了，我觉得他有点赖皮。他这种球要是不犯规，我直接单刀了。我觉得他这样有点赖皮。我要打进这个任意球，我要让他明白。哇，有没有看到我这惊 amazing？ 有没有听到解说都说 amazing 了？他就逼他预测了我这个球会打到那个地方。哎，这个球居然没有被我断下来。上个球那失误也很可惜。这啊，我在干嘛？拉姆塞。我初中有一件拉姆塞的球衣，不过是盗版的，有点尴尬。哇，怎么往那里传？应该往右边传啊！我这个小摇杆是不是又有一点搞不清楚方向了？啊！ Right man in the right place here, Mane. 马内啊，马内是真的慌啊！马内太急，哎呦我！哎呀，完了，他要传一球萨拉赫了，我已经看出来了。最后这个球，他肯定是要传球。你看，
我都知道，这就是他浪的地方。我们做人还是不能像他一样浪。这个球 ，C 罗球球了。哇 ，C 罗！哎，你这，哇，哎，不打了，这个守门员有点过分了，他这样就有点不尊重对手了。这不是他的失误，他是故意在嘲讽我。我为大家解说一下，他是故意在嘲讽我。我觉得这样有一点难过。我觉得一个游戏不必要打成这样，好吧？我们再打一把，再打一把，大家就也不要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好吧？再打一把，争取可以光荣下播。我整理一下我的。再打一把，再打一把，再打一把，希望可以。不是，大家要清楚一件事情，就是我现在在就是在和一些与我水平比较接近的一些朋友在打，当然是一些就是已经属于一个世界上比较高的水平，好吧？我们再打一把，希望可以获得一场胜利，一场胜利为大家开启新的一年。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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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里赫特，德里赫特不知道在台湾艺名叫什么。哎，哎，开始了，比赛准备开始。好，我们面对的球队是巴塞隆纳。巴塞隆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支球队，应该是有一点听过，毕竟他们有。哎，这什么意思？哎，这是，哎，这什么意思？他到底有没有在打比赛？哎，我有点看不懂了，他这个走位是什么意思？就啊，地瓜印这都清不了啊！哇，我吐了。我不明白，朋友们，我不明白，我有点难过。我觉得，哎，刚刚那个球都伊瓜钦这都进不了，这有点系统局的意思啊。所谓系统局，就是这个系统都不想我赢了。你这哇，好，结尾先结尾。我感觉对面这个对手看起来有一点捞，说实话。Enterprising attacking play, but not quite enterprising enough. 哎呀，这是我的失脚失误。哇，我突然想到，这是 C 罗和梅西的直接对话，不知道谁更胜一筹。我记得初中的时候，我们班里就是分成两派，一派是喜欢 C 罗，一派是喜欢梅西。那么我当然是。哦，这个平球有点小帅。我觉得可能要进球喽。哎呦，可惜，有一点可惜这个球。我发现我的直播有一些比较重的延迟，导致我和观众的互动有一些没有办法很直接的互动，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之后要解决一下。但是今天是第一次，大家就先看个开心。他这个球应该是好，被我识破了，应该是被我你看这个球衣颜色搞得我有点，哎呀，这个球传的有点冒险，但是如果可以断下来，哎，犯规了。你看，我都看不清我的人在哪里，这有一点不利。但是说实话，双方都是这样。
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安慰自己，就像我小学我的那个数学老师说，你们遇到考试难啊，不要慌张，因为你想你难，别人也难。伊瓜因是真的有一点捞，说实话。伊瓜因能不？哇，伊瓜因我真的是，伊瓜因我真是，你真是我爸爸。C 罗啊，罗纳尔多有一些遗憾。讲到的是我也很遗憾。我觉得这个球已经抢到点了，好吧？但我觉得这场应该是可以赢，因为我觉得，哦 ，C 罗，哎，这球有点没看清楚，是吧？你看，我觉得他对面其实打的是有点不自信的。对，学长，我已经知道你的，我也知道，因为我曾经也有手绝活也是梅西，好吧？梅西在这个游戏里简直是强力不像人类。哎呀，哎，马退离，很烦。有时候进球就是突如其来，让小鸟再飞翔一会儿。一个进球，祝大家可以常常进球。我在说什么？哎呦，完了，左路有一点被打穿的意思。哇！这球有点可惜了。这球第一点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抢到。这球是第一点防守的问题，有点烦了。这样有，其实说实话是有点烦。哎，这个球不应该传，本来就比较危险。我们准备打去左路。可不，我真的服了伊瓜因。你在干什么，伊瓜因？你在干什么？这种球都打不进吗？真的是保姆式助攻啊！我觉得伊瓜因在针对我，我不喜欢伊瓜因，我有点难过了。我不知道，我准备让这个前锋自生自灭。怪不得当年皇马选择了本泽嘛，没有选择他。哎呀，搞得我压力有点大啊。哎呦，梅西这个脚法，格列兹曼，你看这种左脚球员，他比较好预测的一点就是，因为他是左脚，所以他最后会换到左脚来射门。这就是你们可以预测的。比方说他现在，他这个，哎呦，完了，可以。有一点运气，这球说实话有一点天佑，又一点天佑，好吧，我们的反击走起来。我们哎，他把我人绊倒了，我本来是想用迪巴拉去打一手快攻的，那就走一手迭戈科斯塔，哎，造成了他的失误。哎，是我们出界，不好意思。这球被我断了，哎，没有被我断下来。这对，这球我们要继续小心梅西。哇，梅西这个身位太危险了。哇，哎，这球越位了，太好了，吓死我了。想必这球进了心态会有一点崩溃。啊，我这招牌啊，可惜，
他这个球最后应该是要转到中路，我们要收缩一波中路的防守。他在干什么？有点看不懂他这一波。哎，什么意思？哎，我这刚要推反击，怎么半场休息了？直接开始下半场的比赛，这是我今天直播的最后一个半场，希望可以为大家带来一场胜利，给大家一些勇气，大家不要总是问梁静茹需要勇气，梁静茹也很忙的，但是梁静茹到底是哪里人？这是我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等会上谷歌查一下。好吧，这球形势有一点不妙。哎，原来我们没有延迟吗？马来西亚人吗？可以。哎，皮亚尼奇这个速度有点拉胯。我们想一想，这一波进攻要怎么？哎呀，哎呦，完了。开始进攻，哎呀，伊瓜因真的会场都给你搭好了。哎，刚看错了，我刚以为右边插上，哎，我刚以为右边插上来的那一个人，你看他就要转左路，这时候你要，哇哇，你罢了。C 罗能不能接下这个球？没有，哦，完了。防住梅西，防住，哇，好，一个解围。哎呀，我这个拿不到球啊，有一点。拿到球就会有一些尴尬，我们稳一稳，好吧？稳扎稳打。感觉，哇！伊瓜因。哇，我佛了，我佛了，伊瓜因。我太难过了，我觉得伊瓜因在针对我。伊瓜因今天已经无数个这样的球了，我太难过了，我的声音都变小了。我真的有点太难过了，但是不能放弃，兄弟们。你看，这不机会又来了吗？可以，机会又在伊瓜因的脚底下溜走了。哎呦，刚才我要是那个人没有往那里跑一下的话，他就直接单刀了。你看他这里又有一个插上的球，哎呦！我想找一个时间调整一下我的阵容啊。好。伊瓜因求求了，求求你打出一些。哎，你怎么也不走啊，也不干啥的，你这底巴了。我觉得这打得有一点小了，说实话。哎呀，我有点不够集中注意力，完了，这球被打穿了。哦，还好。哎，马图伊迪意外之喜。
有点累了，我的中场有点没劲了，我要换人了，刚才应该早一点换人了。他打得有一点小，他打得有一点，哎呀，我真的有一点看不清。我们换个人，我有点看不清了。我想想，我不能再让伊瓜伊踢前锋了，我要让 C 罗去踢前锋。他刚才那些球换成 C 罗踢，他们进了800个球了。中场有一点没劲了。拉姆塞换一首马图伊迪，博努奇最后再顶一下德里赫特，还是要加强一下后防。好，最后的10分钟，你能不能为大家带来？哎呦，上篮失误！哎呦喂！你在搞什么？你在搞什么？哦哟，梅西啊！我跟你讲，梅西这个球员矮是矮啊，他是经常能抢到点的。你有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哎，C 罗刚为什么不插呢？刚才应该插上啊。我已经错失了最好的最好的哇 Benedeschi 这个球，我准备让 C 罗来一波暴力头锤。哎呀，我们看这个黄点其实是球的落点，所以我其实是可以提前知道我的落点，但是球员不一定能踢到那个位置，对对。我们想想这个球要怎么打。这个球，哎呀，完了，感觉最攻最后一攻的机会在他们手里，这样就会有一点被动。或者我们直接在中场把他拦截下来。好，现在他们已经突到前场了，我现在，哎呀，注意梅西，哎，哇，哎，可以。哎呀，拉姆塞啊，这哇，迭戈科斯塔牛逼，还有机会。哎呦，这个是，哎呦，自己都笑，好吧。有一些遗憾，我只能说。但是这先到这里吧。有些遗憾，1-1，但是没关系，我明天应该还会有机会再播一下。今天就先到这里，祝大家晚安。很尴尬，虽然说没有获得一场胜利，但是应该加起来是进了2场进4个球，进球数还是还可以的，展现了我的进攻能力。感谢大家的收看，今天是我生涯首次直播，感谢两位爸爸，你们都是我的爸爸，但是伊瓜因是真的唠。